China's first yoga village, a new way to fight poverty.关注到以后，然后在2017年的1月15号，也就是我把这些资料呢发给他们以后，给了一个就是中国瑜伽第一尊这么个称呼，从此就是关注度一下就上去了。练了瑜伽以后，他们的精神面貌就是改变了很多。以前他们都是就是每天是聊天呀，或者是。 在一起玩牌呀，打麻将呀，就是这样。现在他们很开心，你看他们多开心。